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之下，未来一周全台都会是炎热的天气形态。台北地区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影响，在今天下午的2:04达到今年的最高温38.4度，而这个温度更刷新了今年气象局所有人工测站的高温记录，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小心防晒，多补充水分。至于会热到什么时候呢？气象专家表示，要有改变，可能要等到有西太平洋扰动或者是台风发展，预估7月的中下旬比较有机会。顶着艳阳走在路上，有如被火烤一般。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全台各地天气晴朗炎热。气象局台北测站下午约2点测得38.4度高温，不仅是2020年台北站最高温，也刷新今年气象局所有人工测站的高温记录。红灯还连续3天38度，目前看起来，看看明天可能预报上有没有机会。气象专家彭启明也在脸书发文指出，台湾夏天最热的地方其实不在南部，而是在双北，因为过度集中与开发，夏天又缺乏风的流动，导致越来越热。而今年热的程度有机会和目前第一名2016年一拼高下。至于即将到来的端午连假，也将维持这样的天气形态，平均气温落在34到35度。假期前2天，中南部地区整天都可能有短暂降雨，山区及东北部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，连假后2天雨区集中在南部地区，会有短暂降雨，午后雷阵雨涵盖区域也在扩大到北部地区。目前看来，未来7天还是都属于高温天气，不过现在是6月底，就台湾来说是逐渐进入夏季的天气形态，所以高温的天气形态会时常出现。未来一周都很热，要有改变，专家说可能要等到有西太平洋扰动发展，但因为这几个礼拜的条件发展不起来，预估要到7月中下旬比较有机会，而这段期间只要外出防晒补充水分不可少。记者陈清顺台北报道。